你最近还好吗？想我看少女漫画吗？最近跟父母露面，你有新对象吗？真想带你见见我刚识到的他，我想听你意见，这算是病吧？为何无论我愿意怎样试怎样，也不可一样爱慕他？难道满面积太累，感觉都追不回来，试图再努力爱也显得不自在，不懂得如何谈恋爱？还是我太爱你，对过去太放不开？纵使寂寞太累，双手的锁不能开，一时也折断了，留在旧患锁在怀内。放满对你的爱，难怪跟谁也再没法恋爱。有时仍很怕路过你那从前的家，往事若然未落寞，再揭起又害怕。真想带你见见我刚识到的他，我想听你意见，这算是病吧？为何无论我愿意怎样试怎样，也没令自己恋上他？难道满面积太耐，感觉都追不回来，试图再努力爱也显得不自在，不懂得如何谈恋爱？还是我太爱你，对过去太放不开？难道是寂寞太耐，生锈的锁不能开，若是也折断了，留在旧患锁在怀内。放满对你的爱，难怪跟谁也再没法恋爱。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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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。难道满面积太耐，感觉都追不回来，试图再努力爱也显得不自在，耿耿于怀从前的爱，从没有振作过，痛了再痛也应该。难道是寂寞太耐，生锈的锁不能开，往事却似断线，还剩下在体内，若怀内放满对你的爱，害怕一直也再没法恋爱。